巧虎，哎呀，巧虎，哇，萱萱女儿喜欢，哎，他很高兴，萱萱女儿巧虎，是哦，你看他也喜欢，他喜欢看这种的东西。等一下，给你看有巧虎哦。可是我们家明明就有小熊维尼那种会手动的，他都没有理会啊。假的，对啊，看到他就靠在手上那边玩啊。跟这个一样，我们有那个维尼熊一整套，一整这个什么一整系列的。耶！我爱唱歌，你爱跳。他会看呗。这是什么裙子啊？裤子。嗯。回来了，好漂亮。这样好丑。他鞋子掉掉了，就把我的鞋子右脚要掉。我这有贴那个，所以才不会撞到。会脱光光，跟哥哥一样，不要穿花袜，不然穿花袜会跌倒。会吗？会啊，滑滑的会。垫滑。袜子没有那么滑，有啊。不是啦，他每次弄啊，就只剩下一点点，然后全部。哦，对，小孩子我都给他买长袜，都这么长的，因为小孩子很想把袜子脱光光。他不是脱啊，反正突然就给脱不住就。还有饼干啊，可以给他吃饼干。我也有哎、欸，那也要给谢谢饼。发现是同一家宜兰做，对啊，宜兰做同一家。我从那边买的时候，这包装不一样了，一个是哦，你妈是头发，嘿，他觉得他头发蛮长，抓他头，对，他每次都咬到一层一层好多。啊，对啊，我看好走了，我都用力咬啊，拯救我的汤匙。啊，我看。在跳舞啊？是什么病症？是湿疹还是异位性皮肤？没有啊，就是天气干，擦一擦掉就好了。那他是天气干吗？我觉得他是好像那种湿脸比较会，他脚也会啊，就天气冷要擦乳液这样而已。哦，勤擦就是了。我也是说给他喝奶，因为他喝水喝很少，所以他就要记得说他奶一定要喝，要不然的话他水根本就几乎都不喝。他你们要分析这个。哎，我有那个什么那个 baby food 的那个果汁，哎、啊、要看的，等一下金博要不要喝？那、啊、你要加点鸡肉泥吗？哇、哦，有啊，他好厉害哦！一定要多买的啊！他可以放手玩的。会会，我一包装就超爽的。嗨，谢谢你，还没金博耶。跌倒哦，好厉害哦！呀，谢谢，因为妈妈狂动他了，过来过来一点，没有，下午的时候去的，是哦，不是像现在一早，不是，哎，谢谢你要干嘛？一直护着他，你要带他走，不行啊，啊，会不会是因为是别人家的关系？也可能啊，因为去别人家，他就会觉得说啊，好像很那个，这碗吃完就差不多，哦。哎，不要跟哎，小心我的儿子会抢哦，他很夸张。嗯，好吃。嗯，打死不开嘴巴。你嘴巴开一下嘛！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哥哥，你不吃？他刚刚已经吃一大碗，我要吃了。哥哥准备要加前进了。谁吐口水？我流口水，快点。那昨天为什么金博云不吃啊？张开嘴巴。那你他怕不上厕所，你要煮这么稠。他不上厕所，谁不上厕所？我说你怕他不喝水啊，你说给他煮再。他喝牛奶啊，牛奶还是有味。我牛奶会很稀，我牛奶就是味稀的，就是水比较多。那是在金博云吗？对啊，怎么讲？下次大家都带金博云。是我们的青梅竹马呢。对啊，两个人差没对，差几天我记得。二六到三一啊。哦，差四天而已啊。对啊。哇，二六。赞赞哦。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5天。因为我最近都有他的女朋友，叫什么女朋友？啊，小鹿。小鹿。小鹿给我看他女朋友照片。哦，是啊。啊，正好那个。五十九加多加不要他。哦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我想说，为什么每次帮他就哭了乱七八糟？因为他觉得你马上就要离开他，你就现在看到吗？没有照到。他现在过来。没关系，我们在洗澡。哎呀！哈哈哈！帮我讲了，哎，爸爸，让我给你吃一口，这么厉害。哎，你吃不下了，我吃不下了。
可是金博宇有8.5公斤哦，8.2，哦，那还那差一公斤呢，哪有之前才7.8，可能昨天那个尿的啦，我有他真的很爱去抓，对啊，谢谢啊，这样谢谢，你知道我是要赶快学公斤包看，先训练一下，谢谢你干嘛回头看我，不用啊，用那个大眼睛看着人家，人家就会给钱。新妹他在看呢，爸爸我你来看一下，你不行这样子，平常都不玩还没吵，哎，哦哦，被抢走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。等一下，我去拿给他。好在房间嘛，不是在那个不小心滚到那后面的桌子底，这个我还外面拿出来。那也不是很脏。对啊，那也比较脏。等一下再洗一下就好了。结果也不要了。不要了。没有，那个是搬家，怎么说？很容易。要不要给他围啊？围清楚哦。
哇，好厉害！有没有喝到？有耶！来来来，再继续。水水啊！他们连着招待都没吃。我被拖。我们也有啊。这是北拖北拖北拖。快点给我啊！他在包包里，给他拿掉。有了一下，你不是没吃过很多东西吗？我很少吃哎、欸，我很常吃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多少东西。很久以前吃的。嗯，耶，他好高兴啊、哦！高兴啊、哦！金博云今天来哪里啊？动物园。动物园哎。好啊。去哪里？看到没事啊？哎。你看到没事啊？他自己挖的，这边说他自己挖耳朵，挖到流血，对，流血根蒂。那另外一只在哪？爸爸被割木牙。对，胡须西。哇，全部都看镜头哎，超赞！啊，好累啊、哦！他要去玩他的啦。为什么变成烂？
幸福云在哪里啊？那我们再看。有啦。哇。